听众朋友，大家早安，这是 BBH 广播网太阳连线，听医生讲看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恒医师，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是每礼拜日11点到12点播出，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的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主持人陈永恒医师。咱今日要采访的贵宾哈，邱启任教授了哈。邱启任教授是护理的教授哈，也是阮高医真重要的，也算大前辈，应该是年纪和我差不多了哈。我们护理的同仁了哈。邱教授你好。陈医师好，谢谢你今天来哈，因为下礼拜就是护理师节，是啊，还要庆祝护理人员的生日，所以我想说来采访一下护理人员，谈一谈这个护理对咱的这个社会贡献啦哈，也就是说你是对几年读高一，1958年哦。啊、我1957啦。哦。嘿，所以你问我一年一年啦。学长。嘿啊，嘿，啊你护理毕业了，你跟我留伫高一，还是走去做服务？我因为当时在高一念书，家又在高雄，哦，所以我就没有留在高一。哦，真的。我想说我要出去看看世界，闯一闯。所以那时候正好有一个机会去参加了村里卫生的工作。哦，真的哦，哇，那是什么单位？它是农妇会，就是、农委会的前身。OK， 农妇会跟红十字会合并的村里卫生护士。哦，那时候农妇会很重要的。对，因为在做农村复兴的工作，后来发现只有给他卫生建设，给他自来水，给他一些环境的设施没有用、因为个人卫生习惯不好。哦，既然听众朋友能了解那个时代背景哈，50年代到60年代哈，迄阵美元对台湾足重要诶，哦，因为迄阵台湾的经济还未起飞咧嘛，国民政府都要对中国撤退来，很多建设都还没有展开，啊，迄阵美国为着要帮忙台湾，行去互共产党客气嘛，所以除了迄个军事方面的协助啦，哈，有些地区舰队到过这个台湾海峡，较袂去有共产党把台湾劫去。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大量的美元，啊，农妇会就是那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啦，对，哦、所以就是要农村复兴，好、哦，啊，所以透过美元建设足侪村里诶迄个设施啦，哈。啊，卫生所也是那时候全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基层的单位哈。我说你那时候可以参与到这个岗位。所以那时候农妇会它有一个乡村卫生组。OK。乡村卫生组里面它有一个团队。对、组长是许世钜医师。哦。然后有一个护理背景的是刘锦霞，我们叫她柳妈妈。哦，真的哦。然后还有卫生工程师。还有营养的，还有牙医的，真的就是很完整、很完整的卫生团队。所以就觉得是一个比较帮助乡村哦，一般农民还是讲一般的最基层的民众。除了讲经济的发展，其实卫生教育啦、哦、推广啊，注重公共卫生，这是一种最重要的。对台湾来讲，这是一段差不多伫战后一直到70年代。那个30年来底吼，台湾的这个乡村脱胎换骨的一段最重要的时间。诶，啊，所以你阵投入这个村里卫生的这个护理工作，诶，啊，你迄阵是有啥物机缘，那去想着加对下去？啊，因为农妇会他就是希望能够招聘应届毕业生。哦，那我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去应征。那时候。我记得在应征的时候，那个主管他就会说，
工作很辛苦。对对对，你想清楚，风吹日晒雨淋，天天都在外跑。风吹日晒雨淋，我想说我念护理的，要么上大小夜，要么风吹日晒雨淋，我已经认命了。okay, 所以刚才没说要去做农的，要农村工作，你都要干活了，对吧？对对，这出名的。哎，那时候你们主要在这个乡村做什么样的内容？你那一组的公共卫生重点，其实重点是个人卫生教育。OK, okay. 因为卫生习惯不好。对对。那时候一个家庭哦，是一条毛巾。哦，所以杀盐很厉害，对不对？哦，洗脸洗澡是一条毛巾。用胶棉巾。对，所以个人卫生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对对对，那搞不好也是同一把牙刷了，对对对，所以口腔的问题也很多，口腔卫生，我也去一种沙盐，你在很重要用的嘛，那种沙盐丸子，因为大家共用嘛，对对对，它、有寄生虫的问题也很多，是一种皮肤病哈，这东西一种的掉掉，那刚刚讲一种传染疾病在台湾嘛，要够重。影响很大啦，是啊是啊，疟疾啦，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哈。啊，还好后来我们有控制下来，有预防注射，儿童的预防注射在台湾推动的，减少很多儿童的死亡率，哈，对吧？我一轮什么白喉麻乌，对，哦，白喉白日咳破伤风，后来破伤风，然后小儿麻痹，小儿麻痹，脑炎也有那个，都有疫苗，所以整个儿童的传染病就控制了，对。所以讲起来吼，伫差不多到七零年代进前吼，公共卫生发展伫台湾这算第一阶段啦吼，会足侪重要，拢是靠农务会含基层的卫生所在推的就对啦吼。啊，你底下当中做偌久？做两年。做两年。对。啊，后来呢？其实那两年当中吼。它的重点我是在桃园啦、okay, 因为它的示范点齁、一个是桃园、那一个是军眷队、全台湾的眷村 okay, 还有一个是食品工厂专门食品的卫生啦、对对对、那时候在桃园的工作里面啦齁、我觉得他还有一个重点是在家庭计划。对错，家庭计划在台湾对你每个家庭都生很多的小孩，就一个战后婴儿潮啊。对对对，咱的年代哦，我们在全湾处的五个兄弟姐妹啦，啊，你到几个？四个。四个吧，啊，咱还佫较头前的七八个。对对对，足济啊。啊，可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变成正式的政策，所以我们在工作上讲都是讲。不能叫人不爱生啦，对对对，叫人生两个较好，你要想男孩女孩一样好，男孩女孩一样好，对，两个孩子恰恰好，两个孩子恰恰好，对，结果到现在已经整个不一样，现在是太少了，少一两个啦，起码平均生几个，鼓励大家要多生，对对，我这第一前八零年代以前哦，家庭计划是台湾足重要的一个。成就呢？一种讲起来，我怎么讲人口控制下来？对，后来是我们都去教其他地区呢，像越南啊什么，他们都来我们这边观摩学习。第三世界的国家差不多都有这个人口问题。对对对。我还记得一阵那些徐子秋，后来卫生处长，那时候浙江卫生署长，阿嘛和联合国请去做顾问，去东南亚的国家、非洲啦，足侪所在拢在推广人口节育嘛。啊，台湾是很成功的案例啊。是的，其实不止人口嘛，那台湾传染病后来疟疾绝迹了，这嘛是世界的小儿麻痹起码绝迹啊，这种世界的模范。所以公共卫生护理这得比台湾算不加有傲人的成绩啦，讲起来啊，所以你算是迄落先锋部队之一，正好有这个机缘，对啦，啊，所以参加了，所以。两年了，你从搁倒来教书还是做啥？你搁倒来读医？正好那时候在外面闯了两年，就很想回家。哦，真的，啊，想回倒来读用啊。我最记得那时候徐子秋，哎，不是徐子秋，许世钜组长。许世钜，他说可以了，可以了，两年可以回去了。有工作经验的。正好高一那时候有一个公卫护理的助教缺。哦 ，OK。那所以。就想说我有经验，就被录取了，就有这个机会。所以你等于护理的第一批公卫的先锋的地方了。
啊，读完国医了，就一路就一直走公卫护理的教学，都是走公卫护理嘛，哈、哦，公卫护理。啊，所以你国医，你后来包括读研究所，对，因为谢院长，我最记得那时候，我们做助教的时候，后来民国64年成立护理系，护理系高一护理系成立。哦啊，拢叫恁都过去读啊！他说，都已经护专都编护理系了，你们还不赶快去念书？所以助教，我们那时候大家都辞职呢，辞职去念书，辞职专职读书哦。对对对，没有叫你在职进修，不行，因为是那时候其实是念大学，不是念研究所。OK， 所以很多人都研究所也在在职，好像跑个叛逆啊！大学部的是。还阁顶读个对不对？哦，哎，迄阵阁读几年？今年也两年了。对，插班念3年级，因为我们是护专的时候是三年、哦。是啊，啊，就等于阁读到大四，哎，给读一档啦。2年，花2年。对，啊，就是比不来给几年嘛，等于你们读了5年嘛。对对对。对呀、啊。对。人家大学4年，我们念5年，专科3年，再加2年。对对。哦。不过还是很感谢谢院长那时候。刺激啊！对了对了，那这是鼓励恁安尼。所以我们一批助教哈都辞职，大家拢去读书去念书。啊，不过那时候也是张丰子老师很帮忙。好好好，我们的实习都是他一肩扛下来带你们。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他就怕我们念毕业了回去没缺了。哦，所以还把你们保住那个对对对，帮我们保住那个缺。哦，他说所有的实习他来带。哦，就不简单了。啊，所以料理就是在高一哥先开始做江苏嘛。对。哦，啊嘛是继续教公共卫生护理。对。啊，开始有创新。但是那时候因为张博雅教授在公卫学科、uh-huh. 他那边的助教正好离职、oh. 谢院长说、啊、公卫护理的助教过去兼、oh, 可以吗、哎、对啊。然后张博雅教授说、哎、啊，这个只有念到学士不行啊、oh. 他念书了、啊、所以你们都是被逼着不得不不继续进修哦，你是想研究所啊？对啊，你研究所也是公卫研究所那时候高一就是基础医学，哎，就是公共卫生基础医学。然后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张博雅教授正好已经去做三一市长了，哦，所以是葛英清教授。哦，葛英清，那葛英清很好啊，他公共卫生学的还蛮好的。是啊，是啊。对吧？啊，所以你读公卫啊，你一阵读硕士啊，你写什么论文？我的论文呢、哦？哎，我自己那时候也觉得很稀有。啊、哦，是什么？他是做血清的研究，然后是微量矿物质。哦，因为我们高一每一年都有去做澎湖医疗团。OK， 那就跟到澎湖医疗团去澎湖， 然后也是看那些小孩的营养状况， 啊，看他们微量矿物质的状况， 因为 zinc 锌对小孩子的生长是很有关系的。对对对，他那时候就做这些。OK， 对对，所以就是发现锌对囡仔有危害啊。对。就是它、啊、这个就是重金属的污染的、啊、哈、哦，环境的污染。对。哦，而且你那阵，这恁那阵的做这嘛是算做前端的呢。是啊是啊，他、哦啊、那时候高一科学杂志都有帮我，就是刊登这样子的文章啦。哦。后来都有投稿这样子。哦，所以你研究所做这个题目是真有意思啦。因为这个后来也真的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自己是护理背景，可是我对营养还蛮有兴趣、哦、所以那时候跟指导教授讨论哈、啊，所以就锌大部分是什么来源也可以照到进来人体，它是从什么管道？它其实是好，它也是一个需要的矿物质，对对对，是需要的，那就不能过量就对，对对对，是帮助我们生长的，像鹅啊，鹅啊里面就是有很多的锌， okay, okay, 那个都是帮助我们生长的。啊、通常那也比过量污染是对上面，它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哦，但是会不会土壤里头会有影响，还是鱼类？比较没有去谈到它的污染， okay. 比较看到的是，就是说它对人体生长上的一个帮忙。哦、OK， 所以啊，你研究所出来，就变
个孙等啊。对。所以你国语就一步一步安尼啊。对对对。助教、讲师、副教授，安尼一直起来的地方了哈。啊，然后个做老师安尼啦哈。就反正一直都是走公卫卫生护理，后来叫做社区卫生护理。哦、okay ，都在社区就对。欢迎各位倒来听医生讲看卖，我是陈英雄医师，今日互咱采访的邱启任教授，哈、啊，邱教授是国医护理系，哈、啊，公共卫生护理啊这方面的专家了，哈、啊，拄则讲到早期台湾的公共卫生，哈、啊，护理人员有真大的贡献啦，哈、啊，也就叫做，啊，即马公共卫生护理发展啊，即马。很贵气，有啥咪较无共的工作内容？现在因为人口高龄化、okay. 所以大概从民国七十年代开始、嗯，我们公共卫生护理就不是只有做家庭计划、妇幼卫生。对，以前都小孩子重要，那就要比老人啊。后来就发现，哎，怎么高血压、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就是所谓的三高、慢性病。哦，慢性病。七八十年，民国七八十年，几乎都在做慢性病的管理。OK， 对对。那现在呢？老人常照过来啊，对对对，老人又开始就是失智的、失能的问题。哦，所以这个，所以在这个社会变迁有真大的改变。对对对。以前囡仔上要紧，啊，即马变老人的问题一直来。对 对, 對。啊，真的三高也是几乎，那六七十岁大家拢有啊。我唔知啊，你有无？我唔知。像我逐天一定爱降血压、降血脂的药啊，哦，啊，有人个血糖管，哦，这真正，以前是囡仔惊营养无够啊。嗯。我记得那时候还有很多那个乡下哦。或者国小有给喝牛奶啊？是啊，哦，嗯、早期啊，哦，基本上不但不那个，基本给他饮用消耗，太胖了，太重了，现在要减重，对对，重重。所以基本上三高啦，有影啦，慢性病哦，啊，这个肠照哈，也所以基本上护理的迄落专长嘛，小可咧改变啊，就对啦哈。当然，囡仔嘛是爱去照顾啦哈，啊。传染病嘛，较少去啊，应该吼，大部分拢得到控制了哈。啊，不过即摆就是迄个新兴的传染病，即摆拢病毒较侪啦。咱古早细菌的病毒侪，哦，霍乱啊，什么痢疾啊，就我肠胃道的疾病，啊，即摆拢咧甲你来即个 COVID-19 SARS 这款的哦。哎呀，这是真正足大的无共。精神科的问题。以前也没有那么多，现在也变得哈、哦，尤其哦，我做精神科，我最近发现哦，嘿，药瘾啦，哦，啊，就烦恼呢，毒瘾呢，哦，基本上少年的足侪呢，台湾，哦，这种吸毒的问题也是变成咱的一个，就大概社会隐忧啦，啊，佮以前较无啥物家暴，嗯，哦，性侵，以前比较少这种。基本上感觉哇，所以你社区的迄落公共卫生护理哈，基本工作都给全部赶快的，多样化，多样化哈，诶，啊，基本做这个公共卫生护理、社区护理的人力够不够啊？护理毕业的喜不喜欢来做这一方面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话以卫生所为主啊，嗯哼，所以。都是要考公职，哦是，那名额也是有限的、啊，嗯，所以全部都拢有人啊，对对，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哦，那举例不要干单，或者就是一些 NPO 组织在做一些社区，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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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最后名，其实我想学护理的要走这一方面的路，可能会比医院容易，因为这个不太需要夜班，他们大概可以正常上班，嗯。或许好、哦、对不？民工轮小夜大夜啦，基本想麻烦的是有小夜大夜，这个人力都会欠缺。基本年轻人哈、哦，比较重视那个生活品质。是啊，是啊。哦，因虽然刚做爱走，不过因哦，假日一定要给他休假。好、哦、啊，晚上他不太喜欢在工作了、哦，所以啊，不过公共卫生护理其实是蛮有挑战的。而且我感觉讲，真正对
国民的健康是很大的贡献。我自己是觉得啦，因为在社区走动，所以就会去看到社区的问题。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因为我们带学生实习回来都会有个案讨论会。那讨论个案的时候，因为学生两个人一组出去比较安全嘛，那回来在讨论的时候，就两个同学都觉得这个个案家庭很贫穷，好，可能要帮他申请低收入户。那我就跟他们约说，那下次去访视的时候我也一起去。第二次访视的时候发现，就是说比较能够深入的再多收集一些资料，发现他根本没有资格做低收入户。可是我在眼前看到的真的是又脏又乱。怎么会是这样？原来老太太照顾老先生中风，躺在床上三年。我们那时候都在卫生所实习嘛，所以卫生所有在管中风的个案，我们就去管理，就是去访视中风个案。老太太照顾老先生三年，已经没有力气去整理他的家，真的很像低收入户。所以那次回来跟学生在讨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大的冲击，怎么会这么不一样。然后我就想说，一个因为我们的重点都在病人身上，照顾病人的那个人，那个家人，照顾者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也要关心一下。对，我就想说护理有专业，我们伸一只手出去扶他一把，他就不用走得这么辛苦。就这样子因缘际会就走上照顾者的这个协会啊，总会啊，做这些。所以你会不会有去创这方面的对就是看到了这些问题啊。照顾者关怀协会，照顾者高雄市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真的在其实也是在看到问题之后十几年才有办法成立的。那还好，还好那时候都有很多研究生嘛，都有带研究生，他们也很认同。那护理系的老师也很认同。对啊，三十位发起人总算很容易的，对，就成立了。这照顾者的关怀足要紧的，迄有诶哦，看病还袂倒落，迄啰照顾会先倒落。真的很辛苦，很辛苦，很多人都说。我看他睡了，我才躺下去，他又在嗨，我又跳起来。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就是很紧张啊。而且基本上，婴儿旧，有的小孩又不住一起，对，所以他没有替手。对，那都变，最近女性较吃亏了，因为查甫的拢较短命嘛，佮查甫也比较照顾查甫的。所以大部分都是查某在照顾查某的啦，所以那个照顾者通常是女性比较多。女性比较多，不过这些年来男性越来越多。对啊，都大家都长寿啊，本来吼查甫的拢不要做家事的，迄足侪拢嘛安尼，那迄个太太先走吼，是啊，这个老先生唔知要变到过日子，各娶一个，对，各娶一个。都无，我再来听听嘛。甲我讲，你哦，看比如羊坑一堆，你嘛唔知啦，伊落啥物？厨房里头从来不进去的，对不对？如果太太不在了，自己没办法煮吃，我无记得带我食的做别的，夹出去的拢有啊。问题是你若夹袂出去的时候，迄落麻烦啊。对啊。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有什么喘息服务嘛？是啊，是啊，这个就是为了照顾者哈。我们有时候可以提供一点帮忙，小小的帮忙啊。对啊，我因为有做门诺基金会的工作啦，我嘛是伫花东地区，我拢有做者照护员哈，会去个老人的厝哈，帮忙嘿，做居家的服务嘛。所以我嘛是常常发现讲，哇，这问题开始足多个啦。对。啊，有的吼，他要去洗肾，就要把伊去三百。哦。没有交通工具啊，两个老伙仔也不要开车。迄落原住民的部落也无公车啦。你要叫计程车哦，你有迄落命，对吧？你对山顶要去到
一个慈济医院，要去到门诺医院，一抓几千块呢，我们就要给他交通服务。啊，有的独居的老人呢，有一个先去了吧，啊，剩一个不要出嫁嘛，所以要送餐。嗯，对。我也是送独居老人送餐。对。我只是送一千个便当呢。哦。所以我还请足侪人去做这个工作。居家服务哈，我觉得真的帮了很多的。对呀、啊，对呀、啊，对。所以这个护理在这一方面其实也蛮重要的啦，哦。啊，就帮哥得一个混脸，也有照护员。对对对。好、哦，因为真的护理能力还不够呢。如果要做到这个社区每一个角落去哈、哦，嚯、哦，这个是很庞大的能力。是是。那、啊、因为最主要人口高龄化哈、哦嗯，这个问题很。现在我们战后婴儿潮的人全都变高龄。啊，都人家己都拢七十几岁啊。对对对。哦。啊，所以、這個。啊，过十年，咱就八十几岁。整个高龄。哦，这问题，因为少子。他又没办法来照顾老人嘛，啊，现在就用很多外籍的照护员嘛，而且、啊、外籍劳力嘛，哈，啊，我都想反正这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照护人力哈，东南亚来，啊，但是现在这几年东南亚的那个 GDP 成长哦，比台湾还快，慢慢不想来了，对呀、啊，咱今晚的被保3%都有困难了、啊。他们现在的那个，我看像你说那个越南啊菲律宾啊哈，这种所在，因的经济成长率拢超7-8%，超过5年哈，伊的经济都无比咱较歹啊。那时候他不会给你来做这个照护人力，是是。啊，那时候台湾就惨了，是。你请无外劳哈，我就讲出侪老人，唔知要叫啥顾，啊，就像你讲，会变老人咧顾老人。因为无少年人通甲你顾嘛，这个是我若想到这個，我拢讲哦，这问题真大，真的是很大的问题。欸、我之前还没退休的时候，在高一曾经办过一场老老照顾的论坛，对老老照顾啊，老人顾老人、啊。我那时候就有请康健的主编 ，OK， 哎，那个李社哈、哦哦，主编来那个后来他就在那边讲，他说奇怪，你怎么这么早就会看到照顾者的问题？我说因为我在社区的关系，哦，这样子，所以他就邀请我去写康健部落格 ，OK， 哎，他希望能够让大家更了解照顾的一些议题。我说那我来邀请一群人一起来写，对对，写了将近10年，哦，出题吗？就后来也是一个跟我们护理系有合作的一个吕月凤老师从美国回来啊，因为跟他聊天，他就说那你应该把这些资料哈做一篇 paper， 后来有把它整理了发表成一篇 paper， 是没有去出书了，就是 paper 都是做研究的人看的，对了，你要给大众看，康健部落格他就是每个月会至少2篇哈，会在网络上出来，对对对，啊、你这你把过去写的文章给 QQ 嘞吼，也能出册啦，哦，社会大众较侪人看，哦，或者它变电子书也可以啊，哦，因为 paper 毕竟是那个教学作品，康健的版权，对对对。但你们是作者啊，作者可以自己出啊。哦，对，哦 QQ 我给你出的，我们康健再去谈，对啊。我们最近有合作出一本书啊，对不对？是啊，是啊，那个台湾护理史的书，这本书很有意义耶。真的，我也觉得。我给那个好朋友，他说哦，好多东西都是我今天从来没想过的。这本书我才第一次知道。对。那应该跟空中的朋友分享起来。我最近和这邱启任教授啊、杨美赏教授啊，还有一挂台大的哈、哦、胡文义教授啦。成大陈敬明教授，啊，佮有一寡历史系的吼，啊，阮这护理界啊，就会出一本册叫《台湾护理发展简史》啦，吼。其实这是台湾第一本写护理的历史的册，对教会医疗、西方传教护理人员来到台湾，到日本时代，到战后，啊，公共卫生护理的发展也好。这个护理教育的发展，啊，包括讲，伫台湾的这个护理发展史内底有重大贡献的人物的介绍，吼、哦，就目前实在
足好看嘛，真有价值啦。我真希望大家吼，会当去看这本册，啊，这内底，这个邱启任教授有写这个台湾的公共卫生护理，吼，啊，特别是拄只讲农护会啊，这个卫生所，吼，这种的发展吼，对台湾的护理的贡献真重要。啊，我嘛办一个展览啦，吼，这个护理史的展览，伫咱高雄中华三路七号八楼。我遐有一个台信办公室，遐我即马有创一个台湾医疗故事馆，啊，即马咧展一个护理师，哦，因为下礼拜就是护理师节嘛，吼，啊，咱大家面向护理界诶即个贡献，啊，表示一个肯定，啊嘛，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看这个展览，啊，大家上网买当去买一本册，一本册真正。无艺术啦，我个底夸。我自己是看到这些哈，整个做，我就非常的感恩陈医师。我觉得非护理人员，我是跟您揪来做这件事情，对，但是你们每一张都写得非常好。能够做上来，听医生讲看卖啊，我是朱其云，陈英雄医师，咱空中的朋友哈，今天在我采访的哈，邱启任教授，伊是护理背景的哈。火力，哎，咱就因为下礼拜是护理师节啦，吼，啊，咱台湾的护理人员对咱的国民的健康，吼，有真大的贡献，所以咱为着要甲护理人员表达敬意，吼，咱有办一个台湾护理史的展览，伫咱高雄市中华三路七号八楼，还有一个捐血中心，哦，捐血中心伫六楼，啊，阮这个展览伫八楼，吼。欢迎大家去看，都啊中华路和五湖路交叉口遐，特别到大力百货遐啦吼。迄内底除了有护理史的展览，有一本台湾护理发展简史这本册，内底有邱启任教授的文章吼，啊，佮有真侪其他护理的重要的教授写的文章吼，真好看的一本册啦吼。邱教授，啊你。除了去农护会啊，伫即个村里卫生工作两当啊，村内拢当然是国医嘛。哎，对。啊，做个退休。对，42年。伫国医服务42年。对。啊你也曾经被选拔为高一杰出校友呢？是。对不？是。哦，这段是啥物？迄啰分享给大家一下哈。我在想呢，哈，可能就是刚刚讲到看到了照顾者，是，因为不知道照顾者是这么样的辛苦，嗯，所以就开始去做照顾者的研究，嗯哼，然后就想说了解看看他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嗯，那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嗯，我当时的想法是觉得护理有专业，嗯哼，我们要帮忙应该不是困难的事情。嗯，所以你对高雄市开始做进这个协会哈，卫生局合作，因为看到的那个个案是卫生所的中风个案 ，OK， 所以后来就跟高雄市卫生局合作，那做了高雄。我记得我的那一篇研究是，第一篇，后来别人说我是国内第一篇做照顾者的研究。因为我想要知道他们的问题，他们的负荷到底是如何，我是骑着脚踏车一个一个去访视的，然后看到了这些问题，我发现我在学校当一个老师，我好像没有办法做什么，可是后来要走入社区，有一次去参加中华民国的那个一个研讨会，嗯哼，那时候曹爱兰，曹爱兰在那个会上发起要成立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 okay, 那是已经民国85年的事，嗯，就是等于当我看到那个 case 到那已经民国已经过了11年了，我就非常的高兴，我也当发起人，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有别人有已经注意到了，对，来注意。你说 daily paper 吧，对，然后我就当发起人，我也很赞同。OK， 所以后来就当家总的理监事。OK， 也就一路走来，一直到去年我才辞掉理监事，我希望有年轻的进去。所以您觉得
照顾者的关怀协会现在已经全国性的，不是，他有一个中华民国全国的在台北。 对， 对，那因为在台北的关系，所以在第二任的理事长是吕宝进。 嗯， 嗯，他说邱老师你等于成立您高雄，高雄的我们家台北顾不到高雄。对对 对， 对、啊、所以我意思就是说这个已经有拓展到各县市，等于是各县市没有，还没有完全有，没还没有完全有，那你好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啦。 啊， 啊高雄，高雄有了，高雄有，就是啊比如说台南有没有，没有，还没有啊，那你应该要到处鼓吹啊。那时候啦、嗯、其实有的县市成立的，可是其实一个民间团体要生存下来是不容易的、嗯、也不容易。对，我们那时候成立的时候，我们高一的同事参加当我的理监事的、嗯、有人就告诉我邱老师你忙先生的港并弃婴啊，都没顾。因为我其实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我觉得护理是专业，可以帮忙他们、对对，你只是看到需要、可是我不知道一个 NPO 的组织要run下去、我后来真的要做事，成立了要做事，我想说啊惨了，我没有办公室、哎、啊没有人，我做什么事，钱哪里来、哎、还好那时候我们成长会主任、我们的院长他也很支持，我说我可不可以在我办公室 多加一支电话、哎、他说 OK OK 啊，对 啊、还好就是靠着大家、那你高雄市这个组织到现在几年了？25年，活得好好的，还好活下来的。那、啊啊、你活下来，而且已经接棒有人了嘛？有有有，全部是我们高一护理系的毕业生。哦，那这个怪不得高一要给你解除校友，这个高一的校友这个贡献很大，也很巧呢、啊。那时候可能来参与的都是我们的研究生啊、老师啊，那等于就大家都很认同啊，所以更厉害哇吧。哦，在外面，在外面已经有自己的办公室了。因为有一年，那时候我们申请联券的经费来 support 我们的社工。然后呢，有一位审查委员说：“你们既然在社区做服务，为什么办公室摆在学校里？”对对，要出来，不可以。走出来。你如果没有搬出去，我不会给你通过。哦、okay。我想说怎么得了？哦、oh, okay。所以后来就想尽办法。哎，真的老天很帮忙，我们有一个。也是我们的毕业生啊，也是我们的同事、我们附设医院的居家护理师。OK， 他正好有一个他妈妈的房子，就在热河街、就在高一附近。他提供出来，然后他就免费、无偿的提供了我们13年哦，刚性整栋楼，对对 对， 对，提供给我们用。啊，现在呢？现在后来我们因为他有用途了，对，你们所以我们后来就自己另外去租、租房子在汉口街。哦，多大？也是一栋楼。哦，你们要用到这么大的空间？因为我们还有做居家服务。OK， 很好。对对，那、我们有时候要办活动，需要有一些空间。哦，那现在就已经有经费可以支持这样的。我们就是还是继续会申请联合劝募的经费 okay， 补助我们社工的人力。好、okay ，那另外我们靠居服，好、等于有一些可以挹注过来。OK， 哦，那不简单啦，要搞一个民间团体。也当维持个运作个上轨道、所以有时候想法很单纯哈、对啊，理想要付诸实现，要解决很多困难、对对对，我几世人拢在做这个代志，民间团体我做太多了，太了解了，对，我才刚刚想说没有办公室来用我们的办公室没关系，我们现在那个台信基金会是也是我们那个陈正宏医师啊提供那一个空间嘛。好、啊底下板凳档、我们那边 也可以有会议室、还有办公室、就我刚才想到啊你那协会呢全国办公室都来用一下没问题、今年是有续租的，对对，本来那个、房东说要涨价，又要涨价，真的哈、好欢迎一幺五五四幺七七共刚来催你，对，谢谢 我也是像我在门诺我们做那个长照，我也是几乎每个乡镇我都要去设一个办公室，他就是也是做 daycare， 白天老人家可以来那边参加活动、然后我们也有做居家照顾、所以我那个当然是规模做很大的，我那个门诺我请了300个工作人员、那我就是都要募款的、像我每天送餐要送1000个，那我需要司机啊、去送餐的、
啊，我有照顾员嘛，吼，我嘛有护理人员，老社工啦，哦，但是我就慢慢做到台南来啊呢。我在台南做了一个优活园区啦，就是健康老人住的，啊，也是在那边照顾了七八十个老人。哦，所以最后面我是有哪感觉最重要的，啊嘛嘛最需要较侪社会资源投入啦。政府现在是有稍微注意到这方面的，哦，我看那个赖清德他上礼拜吧，他们在台北不是开了那个健康论坛，嗯，他说要把长照的经费提高一倍，呵呵，那个也是 很大的 一个投入了，嗯，啊，不过就是大家都有看到他是老人的需要，啊，你最要紧就是你说二三十年前就看到照顾者的需要，哎，这个是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哎，啊，你现在退休多久啊？哎，几年了，好快哦，105年退休。哦，65退的嘛，对对对。对对对，哎，快十年了呢，七八年了啦，时间过得好快啊。对啊，对啊，啊，你退休以后呢？你还有没有在做一些？就是我还是继续有担任。协会的，啊，协会现在是做顾问了，你监事我就让年轻的进去做，然后大概总会的李监事也是一直到去年我把他辞掉了，哦，给年轻的进去，啊，五少年的接棒。我大概目前有时候会去实地的看一些教育部现在在推 USR，大学社会责任 ，OK，所以我现在是他们的核心委员，有时候会跑一些学校 ，OK，去看这些。对啊，那像讲护理教育啦，公共卫生护理家，你嘛是加减啊有各在搞研究的。是。我看你身体最好，你安怎自己照顾自己的健康？可能看到太多这些中风躺在床上的问题，所以你自己很小心。对对对，我其实啊，在学校有教 health promotion。OK， 哎，那我自己就一直觉得哈，运动其实非常的重要。重要，对 对。所以你早上弄做什么运动？我每天早上哈，在科工馆练一个小时的一个功，智慧养生功。我今天哦，每天早上礼拜一到礼拜六 ，OK， 然后礼拜天就去走澄清湖。哦，反正每天一定会出去运动一个钟头，啊，然后下午也会再出来在我们附近再走。哦，尽量每天走六千，尽量每天走六七千步。哦，完了，挺重要的。我觉得澄清湖空气很好嘛，是啊，哦，是啊，很多，很棒啊，要来行就舒服。是啊，是啊，你说练那什么功？你说那，他叫智慧养生功。哦，真的，不然打就其实就是气功啊，气功嘛，对啊。我觉得，因为他很多的拍拍打打。哦，那气功真的也是很有效呢。对啊，很好。虽然很简单啦，对 对, 对，我那时候找的那一套功法其实很简单。我看到那个有一个以前长庚的外科医生啊，许达夫啊，他自己得到癌症嘛，是，啊，他本身是外科，他以前看到人家得到大肠癌，他就帮人家开刀了，是，可是他自己得到以后，他说我不开刀，哦，我自然疗法，他没有开刀，他就是练气功。然后改变生活习惯，以前那些暴饮暴食都改掉。对啊，哎，清淡的饮食，然后就每天练功，饮食运动，对对对，两个吃的东西注意，然后对对他说把那些过去的那种生活上的坏习惯都改掉了，哎，然后每年还是回去做检查，哎，他的肿瘤竟然一直缩小，一直缩小，到最后是啊，现在好像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例。对啊，而且我他就说这个自己注重自己的养生是很重要，是，所以饮食很重要。对，我就紧促于这个纤维质的摄取。对，这些东西啊，还有运动啦，哈，这就重要。所以你今年你看起来就笑脸的，哦，这样不错啦，自己学护理或者我们自己学医的，如果自己健康都照顾不好，还要说要教人家怎么做注意健康，啊，这个就是多，啊，多讲的。尽量啊，以身作则。我那陈叔的教授嘛是啊，八十岁，每天骑脚踏车日行万步啊，哦，一定要骑一万步，
他晚上吃完饭一看他的那个步行器没有到一万步，他就出去补，补到一万步才回来。是是是，我就是这样。对呀、啊。哦，这的是我现在比较降低标准。对，提前 OK 了，对了。啊，陈教授拢交一万步，那就干不起别。哦，我们今天很欢喜哦，邱启任教授会当来和咱访问哈。下个礼拜是护理师节，我们向全台湾的护理人员表示敬意哈。啊，咱的广东的朋友，然后出面去看护理师展哈，中华三路七号八楼台信的人文讲堂，那里我们办了一个护理史的展览，也有台湾护理简史这一本书，里头有邱教授、杨美赏教授，阁有真侪台大、含成大的护理教授，做伙写诶一本对台湾的护理上清楚的介绍的第一本册。今日真多谢邱教授来接受咱的访问，多谢。谢谢。